主席，冤有头债有主，上个礼拜呢点解搞到呢个会流会呢，就係、是、你容许咗黄国兴议员呢用咗15分钟嚟闹我。我再讲係15分钟。我返去睇咗好多次大。一个主席係容许一个议员向对另一个议员呢是漫无目的咁谩骂。嚟家我而家就答佢啦，因为我係相关于佢嘅。唔好以为过咗个礼拜就唔记得。我就未听过，我已经讲，我一直起身起身。我再提醒你，如果我发现你发言嘅内容係有离题或者重复嘅话。我而家呢就係针对黄国兴议员嘅对我嘅污蔑嘅发言啦。第一个呢就係讲緊咩呢，其实黄国兴议员话我哋呢係为老人家去争取呢一个全民退休保障係假嘅。在这里呢拉布是真的。主席，我是不是为老人家争取全民退休保障是不能证明的。我只不过就跟了整个社会讲，跟你讲，跟所有在开会的议员讲，就是说呢应该设置这个全民退休保障。如果不是的话呢，本席是会利用我的议事权呢是继续讲这个问题，是会令到那个財政預算案嗰個通過呢唔係好似以前咁呢係一蹴而就，就咁多啫。嗱，至於話本席喺度嘥錢嘥時間呢，就係、是、對於呢一個所有嘅議員嘅一個侮辱嚟嘅。唔單止係我都覺得點解冇人喺度起身講嘢嘅呢，我哋每一次嚟到呢一度做一個議事嘅工作，其實係根據呢個基本法賦予我哋嘅權力。咁基本法賦予我哋嘅權力呢，係第73條第二項，就係、是、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我哋而家就喺度堂堂正正做緊呢一樣嘢。而且呢，如果政府嘅財政預算案不獲通過嘅話呢，自然有其他的程序處理。咁所以我哋喺不能夠好草率咁呢，就係、是、去投票贊成或者反對嗰個財政預算案嘅。我就而家就叫緊所有嘅議員呢就反對嗰個財政預算案。咁你話啦，主席，我喺度做呢個議事嘅功能，盡我嘅職責去呼籲所有嘅議員唔好通過呢個預算案，迫使政府重新考慮應唔應該是攞出呢個500億嚟做呢個全民退休保障，我有冇浪費到時間呢？冇浪費到時間。好啦，其實主席，我相信你都喺最近呢都睇到啊，對我的攻擊達到咗瘋狂嘅地步。黃國興呢，只不過係即係呢一個學舌嘅啫。即係鸚鵡學舌嘅啫。梁議員，我哋現在就14項冇修正案嘅總目進行合併辯論，請你盡快翻嚟我哋呢個議題。我知道，咁佢15分鐘喺度鬧我喎，佢有邊一樣係講嗰14個總目啊？你如果你唔信，梁議員，我上次已經同你講過啦。係。我容許議員咧就已經發咗言嘅議員所表達嘅意見做回應嘅。我上次係聽住係黃國興議員咧，就佢聽到嘅。已經發咗言嘅幾位議員嘅內容做回應，主席。咁我而家亦都容許你就黃國興議員發言嘅內容作回應，但係咧，因為你已經發言咗四次，今次係第二次啦，所以請你盡快翻嚟。我唔想同你拗嘅議題，我唔想同你拗。黃國興上次咧回應我咧係我一年前講嘅嘢，係我一年前俾你剪報之前講嘅嘢，佢就攞嚟講，佢回應咗我15分鐘。而家我有冇咁嘅權利，或者我有冇咁嘅責任去回應翻佢呢？我再提醒你，呢次呢係你呢一項辯論裏面嘅第五次發言，所以請你盡快翻嚟個辯論嘅主題，否則我要停止你發言㗎啦。我知道，咁我投佢黃國興回應咗邊度嘅發言呢？我投嗰四次嘅發言，佢一項都冇回應我，佢就針對我嚟鬧我喎。佢唔係回應我喺14項裏面講嘅嘢，邊樣講錯咗？講啱咗？我已經提醒咗你議事規則，亦都
咁老實講，嗱，你而家同我拗咧，你就好似曾俊華咁講啊，你明知我冇得反駁，咁啊喐我，係咪啊？你知道我出咗去就唔可以繼續議事，咁你就而家夾硬嚟，咁冇計啊！請你盡快翻嚟辯論我哋而家呢一個嘅議題。咁冇辦法啊，唔怪黃國興咁放肆，好似狗咁周圍咬啊，原來梁國雄狗咬完人俾人打嘅時候，有人幫手嘅。主席，我希望你咧就係、是、要求梁國雄議員收回佢剛才冒犯我嘅說法。梁國雄議員，我認為你剛才嘅說話譬如啫喎，係有冒犯性嘅。主席，對唔住，呢個世界冇人相信黃國興係隻狗嚟嘅。不構成冒犯。梁國雄議員，我話佢好似隻狗咁周圍咬人，喂，我話佢係隻狗咩？梁國雄議員，有議員提出規程問題。OK， 就冇規程。你先坐低。我都提出規程問題啊。梁國雄議員。規程問題，我希望主席能夠裁決同剛才嘅說話，唔係，如果唔係咁樣咧，議員係會受到冒犯。葉國英議員，你正話冇聽清楚，我已經做咗裁決，我裁定梁國雄議員你剛才所講嘅說話咧係冒犯性嘅。佢是否冒犯性，不在於有冇人相信你冒犯就係冒犯。我要求你立即收翻你正話嘅說話。我收翻黃國興議員好似只狗咁周圍咬人嗰句說話，係費事侮辱狗啊！